大家好，我是三毛教主熊掌。今天要开服了。不开服前呢，我先稍微教大家一下怎么把电脑 PC 板做一个双开的动作。首先呢，你先把你的电脑板的 PC 板的位置先找出来，你点选那个桌面的应用程式，按内容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它的应用程式在哪里。那我这个是放在 C 槽里面，就是这个资料夹。然后这个资料夹的话，去做一个复制，然后把它贴上在原本的地方，然后让它跑一下。然后跟其实这跟梦幻模拟战一样啦，梦幻模拟战也是，这个是梦幻模拟战 LA 这个，然后这是 LA 的第二个资料夹。等它跑完之后呢，我就会出现一模一样的资料夹，不过它那个资料夹会叫做复制，这边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就。很重要的动作就是把这个复制啊，去把它改掉，因为它的资料夹没办法是中文名称，要么是英文，要么是数字。那我们这边就把中文的给改掉，数字，然后再点选进去，然后要点选到这个读取的资料夹，然后点这个，然后你就会看到新的应用程式跑出来，然后按开始游戏。那我已经原本有跑一个在这边，跑一个在这边，那另外一个在这边，那你就可以双开 PC 版了。那双开 PC 版，前面也有教过怎么去多开夜神模拟器去刷手搓吗？那这个 PC 版虽然没办法刷手搓，但是你可以去透过看你要不要登多个账号。那个做个账号，然后去做一个自己想要怎么刷。我觉得第一天问的问题就是最多就是看怎么刷，我也没办法，因为太多是苹果手机的。苹果手机如果想要逃课的话，就是用夜神模拟器做刷取，不然的话就是多开 PC 版，然后两个账号，一个用访客账号，一个用 FB、Google 跟 iOS， 你总共有四次机会可以刷。好，以上。总而言之，9:30就变50分，我会实况，大家有空可以过来看看，感谢大家。